好了，这个好了，人基本上都见过。彩虹还没画呢，先猜。哎呀，大鱼海棠，又是我是一只鱼啊，猜过了这题。鱼、鲸鱼、鲨鱼、黄颈鱼，嗯，黄颈鱼，还有马天鱼呢，我觉得是。美人鱼，哎，这是美人鱼啊！你画了一个就是蝌蚪变身的过程，不是有腿、嗯？美人鱼有腿啊？美人鱼是尾巴人身，对。好自豪，我这有腿。你见的美人鱼是上面是鱼，下面两条腿是吧？那多吓人啊！我这是美鱼人。这回我的思路你们都懂了，你的思路太烂了，来下一题。饼，北极星的眼泪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正确。我都不想再玩了，你知道吗？贾玲，全世界只有你一个人能猜出来这是饼。你刚才不还没加那四个角吗？那你这我那画到这儿，你能猜出来糖饼这是，葱花饼。哎呀，我这样，我看仔细一点，我挨得近一点，好不好？我站这里，我把杨迪挡住，彻底抢占先机。